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玩我们的黑暗与光明。那老头呢，就是稍微私底下玩了一下，好，发觉说，他开发 30% 的这个内容啊，其实真的不多哎。我后来去维基百科看啊，它的种类恐龙生物，不是恐龙，种类生物真的还蛮少的，大概20几种而已吧。然后呢，我看一下学士系统哦。他学士系统很多东西基本上我都快解锁完毕了，除了建筑物之外，哦，有一些像是魔法类的我还没有完全解锁啦。那但是魔法类其实不难解啦，哦，还有个加速符文什么诸如此类的东西，哦，这个到后面也是可以慢慢玩，好不好？这也是可以慢慢玩。哦，我那个像是魔法装备啊，像是驯服这些都是可以慢慢来，然后像是近战那些，哦，这个都快解锁完毕了。哦，就是30% 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内容呢，真的就差不多这样。然后老头呢又学的这个魔法工作台，啊，哦，魔法工作台里面呢，就是可以做一些魔法工具嘛，像是复活池啊，就是你的宠物如果挂掉，哦，可以把你的宠物用那个禁锢石把它禁锢起来，然后再把它丢进去让它复活，啊，哦，然后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。我是觉得这个算是这游戏里面算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啦。这个东西你没有的话，你基本上没有办法去抓中型以上的生物啊。为什么呢？我给你们看一下哈。我们一般抓恐龙，不是一直讲恐龙很奇怪。一般抓生物是不是都是用神箭嘛？可是它这上面写的，你注意看哦，装置在弓弩之上，用来捕捉小型生物。所以说这只能拿来抓小型，所以说上一集我们遇到树精那个部分呢，我们没有办法抓，原因是因为我们用神箭来抓，对他来讲不痛不痒。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啊，铁索神箭啊，它是更加牢固嘛，然后是对更有效的对中型以上大型的恐龙有那个生物有效啊。这个的话效果真的不大，所以说基本上如果你要效率够高，必须用这个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这个嘛，小型禁锢石嘛，反正就是你的小型宠物啊，就是有点类似像是小型的元素生物啊，可以让它在里面被禁锢，然后放出来复活啊。这个功能我还不是很了解啦，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多了很多道具。然后呢，老头呢私底下也是弄了很多东西啊，啊，现在像是这个都已经做好了啊。你看我才刚讲而已，为什么我刚刚讲那个紫色这个瓶子啊很重要呢？是因为它要5个才可以做一个这个。啊，然后老头花了一点点的时间，哈，啊，稍微动了一点手脚啊，是什么手脚就不多说了啊，因为这个真的很难做，因为它要5瓶嘛，你看嘛，它5瓶，这个要10个这个碎片，才要只要在一个装过水的玻璃瓶才可以来做1瓶，啊，光是效率来讲的话呢，非常的困难啊，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，然后呢，玻璃瓶要一直无限的消耗。重点是玻璃瓶不能无限使用，做了一瓶消耗一瓶，做了一瓶消耗一瓶，然后啊，你想想看，我这边总共150只，再乘以5，啊，150乘以5多少？哇，500多瓶呢，欸，500多瓶，我哪做得出来啊？啊，所以说你也知道嘛，啊，有一些特殊管道可以获得这些东西，我就不多说啦。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讲的，之后呢？我今天应该说，我今天这一集应该是会去野外探险哦。我会骑着我们那一只野猪呢，好好的在外面稍微乱了一番，希望不要死掉。然后呢，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生物呢，我们就尝试驯服看看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铁也是，啊，哦，我们也弄了很多个铁，看一下哈，哦，我们这边有非常多个铁，我们把铁搬过来，还有铜，啊，哦，把这东西搬过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先做一下里面的一些装备啊。像是这个金属装备啊，我们已经 OK 了，只差石英砂，哎呦，哦，那是驯鹿啊，吓我一跳。石英砂是这个吧？哎，不是，是骨粉啊。石英砂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弄多一点石英砂，我们先来做一下我们的铁装哈。来，铁装在这里是吧？哇，护甲好高哦。哦，不够做了，缺什么？缺石英吗？好像缺石英的样子哎。来，现在装备一下，哇，帅气，帅气，缺什么啊？哈，我们的铜居然不够，万万没想到，我们居然会不够铜。我们烧多少了？30块，我们好像不够哎，说真的。
感觉有点不足。我们缺什么？我们鞋子啊，我们擦裤子跟上衣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材料感觉更多，哎，不够哎、欸。啊，那我们可以来做一下上衣就好了，我们不要裤子了。啊，我觉得上衣比较帅。啊，那我们还需要再烧五个。啊，需要等待一些时间。然后呢，这些可以拿来放仓库了啦。啊，暂时性放仓库。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我有做这个回程术啊。如果我真的半路中迷路的话，我可以使用这个回到我们的势力所在城市啊，也算是不错啦。只是我现在有一个比较不好的，应该是说有一个问题点，就在于说，如果我抓到生物之后呢，我也没有办法马上上安，因为我的安的等级其实不高哦、啊。那之后能不能直接上安骑回来就不晓得了。而且我回程数的话，应该只能只有自己回程吧？如果应该是只有自己能够回程欸，我想说我要不要试试看啊？因为如果之前自己回程，你抓到了生物，你不能跟着回去，你还要把它带回来，很麻烦啊。欸，早上了，然后重点是该怎么说？我现在这个情况的话，重点是地图也只能用魔法地图来看，它不像方舟可以按一个 N， 然后把地图叫出来，这是很麻烦欸。啊，这游戏。吃这么重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吃这么重咸呢？是不是？哦，我们再多做一只十字弓好了，然后我们再把这只拿来修，知道怎么修？材料够啊，我们再可以再修一只。好，先把它做出来。我们把它改成一好了。哦，那个我看看哈，这可以修吗？修复物品哦，可以修。这个放一般见识好了。啊，欸，不是，这不是一般见识啊，我们没有做一般见识哦。哇哩嘞，我们不要用一般的这个弓了，我们都全部都改十字弓。一般见识我要先稍微做一下。啊，那我们的裤子呢？我们的裤子呢，还是一般的硬壳啊，啊硬壳。啊，这个可以不要了，哇，帅哦，虽然还是长得很丑，就是了。啊，这个就直接把它丢掉了。为什么不丢？把它丢掉啊！丢，不给丢欸，不给丢，我只好放仓库了。好吧，稍微弄一下亮光素哦。好的，我们必须要一般见识才可以做伤害啊。好，61只箭矢，我想应该是可以吧。到时候我们这个4号这个栏位呢，就拿来看到时候要来抓中型以上还是小型。如果是小型，我们就用神箭啊；用中型的话，我们就用这个铁锁箭矢。啊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多做一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因为要是十字弩坏了，其实真的还蛮干的。我能懂这感受，因为我玩方舟常遇到这种事情。哦啊，没有麻绳的吗？哦，这个不要了，这看起来很碍眼。麻绳你在哪里啊？麻绳自己敲吧，麻绳。我要麻绳。来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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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0个，150个，我们再做一只，我们再做一只十字弓。啊，或是两只也行啊，啊，我可以做4个、啊，那我就做2把好了，咱们就来做2把。啊，要口渴了喝点水。等下，这是下雨吗？哪时候都有下雨的天气啦？哦，没有，会错意了。然后我们的食物感觉也不太充足的样子，不过没关系，赶快烤一烤，把它带在身上。我们果实不能拿来做这个啊，也没差，反正我们也有烤蘑菇啊，是不是？食物其实算蛮多的啊，丢掉，这些都可以丢掉，丢，好了吧，这样很够了吧？再剩一块肉，我们已经准备妥当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、欸。说真的，然后还有什么没有做呢？我想想。希望不要失败，好吧？
希望不要死掉。好，动物准备好了啊、哦，已经准备好了啊、哦，两把丢过来，然后要不要睡觉啊？精神其实也还可以，算你睡觉好了，让它满了再出发。啊，准备要去探险了。嗯，醒来了，哈，嗯，哈，怎么哈？好了，肉也差不多了吧，七块肉。好了，准备出发了。那在出发之前呢，我们要先看一下我们实际的位置在哪里哈。来，我们先召唤一下我们的地图，有了吧？这样应该有了吧？我们的位置在居然，哦，我们居然在最这个下方啊！那我们不应该往左边走啊，左边的雪山，我们到那边可能会很危险，怎么死都不知道。因为呢，我们身上应该没有耐热的装备，对吧？耐冷的装备啊。我们想说要不要直走啊？啊，算了，我们今天就一直直走到底，看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反正我有存档，应该存档是不至于到很严重的问题啊。好啦，冲啊！为了新生物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一直以直走的方式直接前进。好，我们这个呢地图只能使用魔法，还有次数限制，真的是蛮麻烦的。哇、哦，居然有半人马！等一下，我们居然到了有半人马的部落了，实在是太恐怖了。还是我们能抓就抓啊！然后这边有一只很北气的土狼卡在那边，是吧？你看八七的土狼。好吧，算了，我们来抓土狼好了。那这种看起来就，我靠，哇，半人马不要，半人马不要，半人马，半人马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恐怖的半人马，先跑远一点好了。我好打他哎、欸，要打他哎、欸，算了，既然半人马都来了。你为什么要打他啦？不要打我的猪啦！我的猪要死啦！啊，太危险啦，这游戏！这游戏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我觉得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出来走走还比较安全一点呢，是吧？你说是不是？你看猪都要死了。乖乖猪，你在这里等我、哦。你干嘛？哇！他跑比我快，他跑比我快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会死啊！我才刚开始而已，我就要死了，不是吧？这个等级有点高啊！要破装了 ！No！ 哈哈哈哈哈！我错了！你们怎么可以那么磕巴呢？半人马不能这样子啊！半人马，我是废物，我什么都打不赢，我还裸体了，有没有？我的上面的装备被他弄破了，而且好像也不能修，要去工作台才可以修，搞屁啊！啊，看我裸体的英姿吗？啊！人生失败哎、欸！没想到我才刚出来没多久，我就这样子被虐，被屌虐一波。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？啊！你说看看我的人生意义在哪里？是不是？全体待命。看来我们只能挑弱的抓了。哦，前面那只是土狼还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居然裸体了、欸。哎、欸、啊！怎么又不见了？是我眼馋吗 ？Hello， 那我半人马打不赢，表示想哭。哦，我觉得我们到时候可能要做一些那种牵制魔法，像蜘蛛网的那一种才有办法。等一下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鬼东西？来，我们用高级一点的。这应该是美洲豹，月尾兽。
月尾兽。哦 ，Oh my god！哎，高级闪避。我靠，坏装了，裤子坏了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缠斗不行。看，我觉得抓这非常非常需要技巧哎、欸。哎呦！哇哇哇哇！啊靠杯啊！等一下啊！我没体力了啦！靠杯啊！这个游戏八等我都抓不了了。OK， 我觉得我还是算了吧，那他们那边太恐怖了。好，我觉得我们等级还是不够，或者是我自己技巧太差。好吧，我们呢就稍微去之前的那个海边吧，看有没有树人，好不好？还是我们来抓树人？说真的，有点忘记那个树人在哪里了、欸。我们这次往另外一个方向走，看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一些，不要说太难，好不好？像刚刚那一只那个什么东西来着的月尾兽，哎、欸、有骷髅头哎、欸，啊为什么要不攻击他？哎呦哎、欸，他把他打死了，哇，捡宝的概念，哇。结束了，根本是要来捡装备的、啊。谢谢谢谢那个，谢谢这个队长啊，是谢谢大哥的那个无私的分享啊。然后因为这样子负重了 ，OK， 就是那个桥下面嘛，我们去那桥下面看一下好了。上一集在那边看到地精嘛，啊，你们说是哥布林不是地精啊？上一集在那边看到哥布林。然后还有看到树精啊，我看到月月了，不然抓月月也是可以的、啊。靠北啊，来了 ，no， 咬他，超级会，他把我野猪咬死。我靠，僵持不住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的住宿要挂了，哎、欸，我住要挂了，不要啊！他靠月月，酸哦，不行啊！我不想让我的猪子把他靠死啊！干，跑远一点，小山猪，我突然有点后悔带小山猪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会乱来啊！小山猪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小山猪，不要，等待。好了，看到了，看到月月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来，你慢慢咬，我就慢慢射。哎、欸，我会闪哦，我告诉你。我靠，这个攻击！哇哇！不要让我坏装，拜托你了！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你几等？60等的月月，有点难，有点难。卡条大法，原来挨了吗？哎、欸，赶快晕啊！还不晕？你是一个难缠的你，我已经在你身上射那么多只了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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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好硬哦！这个要让他体力流失掉，不过还好他攻击不怎么高啊。不要弄坏我的装啦！奇怪，我看兄弟们留言说，就是要让他绳子一直缠在他身上啊。对啊，我都已经这么多绳索了，还抓不到你，我决定要跳在上面了。靠！你这样咬得到？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不要！野猪哥，不要攻击他！你这个八七，请你停止那些无谓的低能行为。他是晕倒了还是怎样？
晕倒了，可以抓了。